管哪个节日都能爆饺子，是吧？今天我们也包包芹菜和芹菜。过生日可以包饺子，过年可以包饺子，今天过叫什么玩意儿？中秋节。中秋节。哦，中秋节也可以包饺子，那就包呗，反正我们也爱吃。好了，现在开始我妈就开始包了。好，包吧，先干皮儿。嗯哼，现在也在这边已经包几个了。那边也开始整几个了。Yep， 熬的准准儿。妈包一个，哎妈，啊、这馅儿，这馅儿熬的。Oh yeah， 生吃。生吃。哎，俩手一捏。嘟嘟。Yep。熬的够大。第一锅已经造好了，打开。哦，好吃。看，宝宝没吃过饺子。所以呢，给他尝一口，反正他也饿了。你尝尝，宝宝。咦，妈妈再剪开。咦，嗯，准备好没？哦，老好吃喽。哦，给。好咪。baby， 好不好吃？啊，好吃！你给妈妈笑一个，笑一个啊。不笑了，那这个意思就好吃啊。东西都到齐了，饺子包好了，大家都开始吃饭饭了。好不好吃？香不香？香不香？好吃。太香了。你小妹儿吃三个了。嗯，好吃，这证明你包的太好了。然后你妈吃大饺子。嗯。牛肉、猪肉、芹菜一都有。嗯，没。嗯。中秋节快乐！啊，中秋节快乐！中秋节快乐！